接着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屏东狮子牡丹满洲最低温11度，最高温18度。太武来意春日最低温8度，最高温19度。三地门雾台马家最低温5度，最高温17度。高雄的桃园那玛夏茂林最低温2度，最高温15度。嘉义的阿里山2到12度。南投的仁爱鱼池水里信义最低温0度，最高温13度。台中的和平区最低温2度，最高温13度。苗栗的南庄师坛泰安最低温5度，最高温10度。新竹的关西尖石五峰最低温0度，最高温10度。新北的乌来、桃园的复兴区最低温3度，最高温10度。宜兰的大同、南澳最低温3度，最高温13度。花莲的新城、花莲市吉安最低温13度，最高温14度。秀林万荣最低温4度，最高温14度。寿丰丰滨最低温10度，最高温15度。凤林、光复、瑞穗最低温11度，最高温14度。卓溪、玉里、富里最低温1度，最高温13度。台东的长滨、成功、东河最低温13度，最高温16度。池上、关山、海端、延平最低温4度，最高温13度。鹿野、台东市卑南最低温8度，最高温16度。太麻里、大武、金峰、达人最低温6度，最高温18度。台东蓝屿地区15到18度。外岛地区连江、金门、澎湖最低温6度，最高温13度。